好，我们看这一题。这一题他说哦，如这个图啦，这个水平输送带以速度 v1 呢，匀速运动哦，就是等速运动。小物体 P 啊跟 Q 通过定滑轮，且且下哈可伸长的牵绳相连了，就是说哈，这个的话呢 ，P 的话哈，这是 P 了哈，连接这个牵绳哈，向下相连到 P 了。T 等于零时，时刻 T 等于零时刻哈 ，P 在传送带左端，具有速度 v2。P 与定滑轮间的，的绳哈水平哦，这个绳子水平呢 ，T 等于 T 零时哈 ，P 离开输送带，有可能从这离开哦，也有可能从这离开哦。那绳如果足够长，这个绳足够长了哈，正确描述小物体 P 速度随时间变化的图像可能什么？好，我们来讨论一下哈，它的速度可能怎么样哈？有可能哈，这个摩擦力呢比它小，也就是说哈，这个这个张力事实上就是这个重力了。哦，张力呢如果大于什么呢？大于这个动摩擦力。哦，这个动摩擦力的话呢，看它是因为它是往这边转嘛，往这边转的话呢，所以哈，这个输送带哈给它的重力是往这边的，哦，这是 FK 啊，哦，这个 T 的话如果呢大于呢这 FK 的时候的话，那这样它加速度就往那边了，这个时候加速度哈会往这边，也就是说 T 减掉 FK 哈。这个是等于，这假设只要一个 m 嘛哈 ，m 的 a 呀、啊。那加入往这边的话呢，它速度越来越慢，哦，那图形的话就可能是这样子，哦，图形的话一开始是 v2 嘛哈，哦，这是 v， 那是时间嘛，哦 v2， 然后速度越来越慢，最后停止了以后的话哈，然后的话呢？再往回拉，哦，始终是都是这个方式啊，所以它加速度没有变，所以是这个样子，哦，这个是一种情况了，哦，就是说，哦，如果呢，然后最后的话呢，在这里的话呢就离开，哦，比如说 T 你在这里好了啦，哦 ，T 你在这里 ，T 你在这里的话，那回来的话，速度会不会等于 v2 呢？等加速度运动嘛，会的。也就是说呢，当它离开以后哈，这个时候的速度哈，会是等于负 v2 了。哦，因为它是等加速度运动嘛。好，那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说哈，这个什么呢？这个，这是第一种可能嘛。第二种可能就是说哈，它这个摩擦力呢，大于什么呢？大于这个张力啊，这个张力事实上是等于多少呢？事实上是等于这个我们叫 MEG 好了，等于那个 MEG 啊。哦，如果摩擦力比这个张力大的话，它会往这边加速，哦，加速度就往这边嘛。那加速度往这边的话哈，它会加速加到多少呢？不会超过那个 v1 的。哦，这个时候的话哈，它有可能什么呢？有可能哈，一直加速，一直加速哈。就是说，这个假设是 v1 嘛，它是 t 嘛，有可能一直加速。啊，没有达到 t， 没有达到 v1 就掉下去了，也有可能 t0， 这种可能啦。它或者什么呢？或者是说哈，它很快就达到 v1 了，当它达到 v1 的时候的话，就等速移动了，哦，就是说
这个时候的话呢，它的这个，这个时候就变成静摩擦力嘛，静止了嘛。当它追到什么呢？追到那个，追到那个 V1 的时候的话，它就跟什么呢？跟这个，滑轮跟这个什么呢？输送带一起跑了。哦，也有这种情况的，也有情况的，也有这种情况。就是说哈，这个是，V， 啊，这是 T 嘛哈，也有可能呢，跟它是一起跑的，啊，一起跑的，也就是说哈，这是 V1 嘛哈，然后到达那个 V2， 速度到达 V2 以后的话，就跟它一起跑，也有可能的，然后呢，这个。这里的话就掉下去了。啊，还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啊？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说，因为它的那个速度，它的摩擦力比较大哦，这个是摩擦力比较大的时候的话哈，动摩擦力如果比较大的话，就往这边，哦，那最大静摩擦力。最大静摩擦力的话呢，会是一定会大于那个 Fk 嘛，所以只有这种情况，哦，这种情况。好，那所以呢，只有这三种情况了。这三种情况的话，我们看看哈，只有哪一个情，只有哪个，只有 B 了 ，B 就这个情况了，其他都不是。其他 A 哈 ，A 是什么样的图呢 ？A 是这个图 ，A 的话是 V2 啊哈。然后这样子，哦，减少，然后突然的话呢，再减少，那代表什么呢？代表它那个什么呢？它那个摩擦力有变化，那这个通常不会是事实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在上面的话，这个动摩擦力是固定的，所以的话，这不会是事实啊。哦，这种变化的话，代表什么东西啊？代表它加速度改变了。哦，因为它摩擦力是固定的嘛，它这个张力也是固定的嘛，所以它这个斜率一定是固定的，哦，不会突然改变的，突然改变代表它摩擦力改变了，所以是不可能。好，那 B 的话就是这个图了，哦 ，B 的话就是这个图，那 C 的话它也是不可能的 ，C 的话这里的话也代表什么呢？代表它这个上面的摩擦力。有改变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加速度改变了，它斜率改变了，代表它加速度改变了，这也是不可能的。然后呢，D 也是一样，D 的话，D 的话它加速度还改变了两次，D 啊 ，D 的话是这个图，V2 啊，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。代表它那个什么呢？它的摩擦力哈改变了两次，哦，这是一次 A1 这 A2 A3 就它本来摩擦力是这个嘛，啊后来变成这个，所以它摩擦力改变两次，但事实上的话呢，我们在输送带上面的话，它摩擦力是固定的，这个是错的，所以大家应该要选这个了。答案应该选 B。